睇下，短短嘅15分钟，我就已经搞掂咗10只手指啦。今次想试 Acale 秋冬款，一 set 试晒 A 款纯色 ，B 款花款，即刻试下。我好快咧就擦完啱先旧嗰款嘅啦，咁佢系完全唔需要打磨指甲啦，所以我嘅指甲系完全唔伤同埋唔会变薄嘅。点解佢会叫做 gel 甲贴呢？因为你可以见到佢系有啫喱感噶，咁咧佢仲有延性嘅添，可以 fit 翻晒个甲型。咁当然啦，最后咧佢系要照灯嘅。揀咗个款，度埋个 size 之后咧，就可以将佢贴上去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就用张酒精纸抹走咗甲面表面上嘅油分。将揀好咗嘅指甲贴咧，沿住边位慢慢咁样贴上去，有少少唔平嘅地方，攞支木棒压下去就可以噶啦。将多余嘅甲贴咧就磨走咗去，再照灯90秒就可以噶啦。搞掂，睇下短短嘅15分钟，我就已经搞掂咗10只手指啦。我咧就特别中意呢一只色，大家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咁靓嘅 gel 甲啦。